勃朗宁的 M91， 绝对的经典款呢。看中什么就挑吧，不过你可来错地方了，我家没什么钱。闭嘴，进去。坐到沙发上去。借你房子用用，合作点儿，我不会伤你。我会合作的，我保证。电话。我只是个普通的见习医生，没什么本事。你要是在这里做什么，我自然会合作，不会报警，也不会逃跑。水。你大概失了不少血，别喝太多水了，要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吗？不说话就当默认了。情况比想象中严重，这岛上不长，但很深。要我找件衣服给你穿吗？又不说话，那继续当默认好了。到底是谁把我出卖了？原本一切都在计划中，想不到红儿居然会突然发难，还有条子，到底是谁通知他们的？不过运气还算好，起码找到个医生住处休息。向单位请假3天。说的轻巧，这男的说请就请的。不过当下情形还是保命重要啊，打就打吧。主任，我想请3天假。打完了。会做饭吧？问问是谁？谁呀？小谢呀，是我。是送报纸的大妈，每天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来的。去开门，要是敢乱来。警察，请配合下调查。请问下午在附近见过什么？看来要应聘了。没有啊，一切正常。出什么事了吗？没什么，不用担心。有情况的话，请随时通知警方。嗯，好的。为什么不求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可没钱换地方住，要是你以后回来报复我怎么办？去做饭。
好，你想吃什么？随便。连哥，还是被那小子跑了。操他妈的，一群没用的废物，派了那么多人去都没把他给我抓住。那帮条子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的人刚准备冲上去，何况曾白楚身手，红二他们一群人也才砍到他一刀。操，我他妈就知道那个老东西靠不住。算了，能这么容易就被搞定，就不是曾白楚了。去把和红二接头的人提点提点，别露破绽了。是，连哥。帮我洗澡。啊！刚才拿枪不是挺稳的，怎么洗个澡就反而不行了？这样行不行？会不会有点烫？过了水床。嗯，这人恐怕还信不过我。几点了？坏了，要迟到了。醒了。居然忘了今天我不用上班。原本我还建议你去缝针的，不过你的身体真的很结实，现在看来不缝针也完全没问题了，只要好好休息，啰嗦自己恢复就可以了。包好了。楚哥，你到底去哪儿了？这几天大家都在找你，你和红二爷到底怎么回事？咱厂子被人挑事儿。闭嘴，来杏花小区。衣服。给你。要走吧。以后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或者有人找你麻烦，你就打这个电话找曾白楚。谢谢。
大哥，你也太会躲了吧？你不知道，我们这几天把 H 市都翻遍了，电话一直不开机。直接去青爷那儿吧。小楚哥哥，啊，好久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是好久不见了，小莹又变漂亮了。爸爸。好了好了，你先下去，等会让阿楚去陪你。青爷。你还知道叫我青爷，这几天叫我好找啊。只是随便找了个地方休息了几日养伤。养伤？你去哪里养伤能比回来好啊？伤口让我看看。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还是让自己受伤了。青爷，莹莹还在外面。说吧，这次怎么回事？红儿为人狡猾，贪生怕死，贪图名利，无缘无故跟青泽帮作对，肯定有人给他好处让他这样做。而且当时我们交易才不久，条子就找上门来，肯定有内奸。知道是谁了吗？一切只是推测，属下不敢妄言，若以后有证据了，定为这桩生意给青爷一个交代。解决完这件事儿，就替我陪陪莹莹。是。进来。姚主任，我明天下午有点事，所以邀请半天假。我已经和谢医生打过招呼了，这两天病人不多，他帮我顶班就可以了。小谢可以吗？他顶你班会不会耽误你的事儿啊？姚主任你放心，谢医生的水平绝对不在我之下。要不是因为他家出了状况，临毕业前突然回国，他现在不会仅是一个本科生而已。当时的谢一北何等闪耀，现在居然要被这种看学历不看能力的老女人压成这样。好吧，既然方医生你都开口了，就让小谢顶你的班吧。那谢谢姚主任了，我先出去工作。怎么了？三天还没休息够啊？刚从老妖婆那儿回来。哎，你这几天到底去哪儿了？碰上点事儿，老妖婆那儿
我还得谢谢你，要不是你，我这次真要打包走人了。知道见我就好。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啊。嗯。有什么事了？你猜。有什么好猜的？让我明天替你搬，肯定又去陪你那个哥哥了吧？他很帅，看起来冷冰冰的，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又会做饭，虽然很少做，但是很好吃。行了行了，花痴。小楚哥哥，我们去哪儿吃？随便你。我想去风波院吃，好久没去了。小楚哥哥，自从我回国后，就很少见到你了。青爷不喜欢你和帮派的人接触。可是你不一样嘛。在我看来，你就是这么一个温柔的人啊。明明清楚我喜欢吃什么，明明已经定位了，还要再问我意见。我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无意中救了你，被青爷看中，后来为了生存，为了报仇，加入帮派，而现在又要为了帮派的位置筹划着半岛青野。方莹，你把我想得太好了。好累啊，当医生都这么久了，按道理应该习惯看到晚期的病人在医院里慢慢过完他们剩下的时光才对。可是为什么看到点点那个小女孩，明明知道她剩下的日子不多，我还是会忍不住希望她能健康地走出医院呢？起风了。这两天天气降温，上次抱出来的被子正好用得上了。这张被子他盖过呢。曾白楚，曾白楚，你知不知道我记得你的。这几天有状况。自从楚哥你失踪的消息一出现，来挑事的人就没歇过。虽然没出什么大事儿，但总这样也让人很烦。来挑事的都是些面生的小混混，虽然没有证据，不过应该都是北区那位派来的人。也只有他才这么无聊，趁我不在搞这些无聊的玩意儿。你对外放出风声，就是我受重伤了，一直卧床，让他们再嚣张两天，等我把事情查清楚再找他算账。我知道了。
联合外人坏了自己帮派的生意。李莲，你是穷途末路疯了吧？现在红二把李莲的事儿全都说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带上这小子去北区，看看李莲。李莲到底是没脑子，怎么能让我们逮得这么轻松，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他只是太想当然了，根本不把人当人看，所以他不知道，人是变量，不是利用完扔掉就没事了。哟，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啊，把楚少送到我这儿了？没什么，就是有点小事儿来知会一声。哦，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抓到一个坏了清泽帮规矩的人，在拷问下得知他是连哥的朋友。楚哥说了，这事儿咱不好自作主张，万一伤了连哥的朋友，是吧？所以这就过来问问，要是连哥您不介意，这人我们就留下来好好玩玩了。我自然是不介意的。那是自然的，就这么点事儿，不打扰了。楚哥，刚才有人打电话找你。找我的？曾白楚。啊，我是那个前几天受了伤躲进我家里来着。嗯。那个我房东从外地回来了，说房子不租给我了，所以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能借一间房间给我住吗？或者沙发也行，我找到地方住就走，家务什么的我也可以。明天下午2点有人去接你，明天帮我去杏花小区接个人，带他到绿园那套房子住。上次接你的那儿吗？没问题。嗯，顺便去把这个号码的资料查一下，然后给我送来。老大，你怎么又想起这小子了？原来是仇人的儿子，怪不得这么眼熟。这小子可惜了，听说读书挺厉害的，还拿奖学金，就是不知道富家公子如今沦落成小老百姓，日子过得习惯不？原以为当初的家破人亡足够让他崩溃了，自然没有再关心下文，没想到他居然能挺过去。看他上次住的地方还不错，过得比想象中好多了。下午去接他，别忘了。老大，您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上次受伤住的就是他那儿，这也未免太巧合了吧，该不会是他蓄意接近要报复的吧？
就算是，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就这些？嗯，就这些，麻烦你了。我本来还想叫个搬家公司，现在看来一趟就够了。老丹让你住绿园，家电什么的都齐全了，如果还有什么缺的你就自个儿买去吧。这里挺大的，有什么事儿或者缺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吧，我先走了。嗯，太谢谢你了。这里就是他的家呀。老大，后面那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嗯。那个人我认识，是李莲身边的人。车太棒了，下车帮我打掩护。老大，我去。少废话。程涵，你忍着。谁呀？怎么回事？中枪了。可是我没有处理过中弹的伤者，何况我这里设备太简陋了。恐怕没时间了，快点。条件有限，只能做到这里了。他失血太多了，身体虚弱，不过只要伤口不感染，问题不大。谢谢。没什么，我还得谢谢你收留我呢。我还有点事儿，替我照顾他。就知道楚哥身手好，那几个小弟拖不住你。方莹呢？没想到你还是个情圣啊，这么担心你女朋友。方小姐已经被我请来当客人了，你的岳父大人也在，想让他们好好的，你最好赶紧给我滚过来。楚哥，你怎么一个人来啊？你要小心啊，李莲她……没事。哎呀呀呀，还真是情深意切呀，太感人了。原来找了个帮手，怪不得长本事了。这种时候最好老实点，对你有好处。哼，我知道楚哥功夫好，那么还请把武器交出来，大家都是文明人，别伤和气了，是不是？啊！知不知？
知道我等这天多久了？不知道。老大呢？曾白楚，他送你过来没一会儿就走了。他不会一个人去了北区吧？你们遇到什么事了？说了你也不会明白。老大，怎么样了？没事儿，结束了。我煮了青菜粥，去给你们盛碗吧。老大，我现在怎么办啊？那个，实在不行就让他跟我住吧，我是医生，给他换药什么的比较方便。我说啊，你真的不怕给自己找麻烦？也好，最近帮派会有大清理，比较混乱，没人能照顾你，住这里好歹不会饿死。挺晚了，今天你是要在这里休息还是？你想要什么？什么？你为什么接近我？我只是……其实我以前见过你，估计你也不记得了，毕竟是10年前的事了。我父母和你父母曾经是生意伙伴，私交也很要好。我曾经随父母到你家拜访过，在那天你拿着枪闯进我家时，我就认出你了。我不记得。那时候你妈妈问你要去哪里，你说出去透透气，说完就关上门走了。那时候我有种很强烈的冲动，想要追上你跟你一起走，当然我没有这么做。我今晚留在这儿。楚哥，这两天还会过来吗？不知道，最近帮里事务多，忙得很。我说，你怎么对我们家老大这么关心？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我开玩笑，你干嘛这么激动啊？两个男人，你想到哪儿去了？男人又怎么样？我们老大这么帅，你不知道，对他有意思的男人多的是。当然，大家都是有色心没色胆。跟了老大这么多年，我就没见他对哪个女的上过心，搞不好真的喜欢男人哦。这句话要是让他听见了，你可死定了。没事儿，老大要是知道了，那肯定是你说的，没跑。什么不能让我听见？没什么。老大，你要留下来吃饭吗？小谢熬了排骨汤。你过来，我有事儿要交代你去做。是，老大。你到的挺早的，我还以为你可能不会来了。不敢让青爷久等。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不用拘谨，坐吧。
星爷，北区的账目已经核对好，生意大部分也不是李莲亲自负责，交接起来难度不大。上次青爷被下药的事儿也查明了，是李莲买通了。这种时候别谈公事。是。以后想要怎么样可有打算？全凭青爷吩咐。你觉得莹莹怎么样？方小姐自然很好，属下一直当她妹妹看待。你应该知道她一直喜欢你。青爷莫和属下说笑。莹莹年纪不小了，现在一切也稳定了，你们俩就好好交往吧。青爷若不愿意就喝了这杯酒。果然豪爽。好好把饭吃完，我去洗个澡，在这等我。接我，要快！楚哥，是我，把车门打开。怎么是你？去最近的宾馆，打电话给程涵，叫人来。谁的眼眸，人来人往之中会是谁守候？我等在十字路口，看命运如何左右。离我远点，帮我找人过来，快点。离别时候学不会的是放手，爱或不爱都不适合是理由。刚才主动来接他时，不就已经想到了可能会发生的事吗？会回头别给我时间挽留，有段回忆就足够。谁让你进来的？出去。我所有坚持在你眼里是那么愚不可及，但我却有自己的勇气，爱的坚定不移。如果说认识你是意外的相遇，那么我宁愿相信是命运拉近的距离，茫茫的人海只因有你，将我视线占据，那有意无意的关心，都只是围绕着你。如果是爱与被爱的平行期，那么彼此的相爱又是几分之几概率？还不是投机，命中注定，注定我爱的是你。既然是逃不开宿命，别留下真心。
我一个人扛过去，有你的回忆开始模糊不清，但思念却不经意总是让我想起你，告诉我爱在原地。我所有坚持在你眼里也是那么愚不可及，但我却有自己的勇气，爱的坚定不移。如果说认识你是意外的相遇，那么我宁愿相信是命运拉近的距离，茫茫的人海只因有你，将我视线占据，那有意无意的关心都只是围绕着你。如果说爱与被爱的比运气，那么一次的相爱又是几分之几概率？爱不是投机，命中注定，注定我爱的是你，既然是逃不开宿命，割下真心，既然是逃不开宿命，便留下真心。